这是我刚刚捡的，挺好看的。 挖出来，很干净，其实。 这是一堆，好，把它放出去。我刚在这个地上挖到一块这个粉色的玛瑙，挺好看。 像人那个人的皮肤，那种肉粉色，哇，看到没有？讲着讲着，我在地上就发现一块带纹路的。 这么大，这是块好东西哦，挺完整的，绿色的，油油的，玉化的了，戈壁玉，这么大一块哦。 哇塞，这块颜色超棒。 颜色也可以，这个石头蛮多的，品质还不错。搓干净了看看，看这颜色。 发现一块红色的，哦，好看好看，小的，嗯。
那就错了。玛瑙，哎呀，搞不出来呀！还挺大，啊，搓不动了，搓不动了。但是这个是也挺好看的。好透啊！在这转一圈，随便都能捡到一点。哎，我刚才失掉了。这刚一小会儿捡的。这么大，这个不错，厚实完整，也是那种肉粉色的玛瑙。块还挺大啊。我应该装不下了，不捡了。先捡这么多吧，等下拿也拿不动。把这些先拿走。